请问是第一次来我们健身房吗？啊，第一次。锻炼诉求是什么呀？我想抢银行。不把钱拿出来，我就打死你！我能体验一下吗？大姐！孩子为了抢银行下了不少功夫，非常认真。走，有困难克服困难。一，没有困难就给警察制造困难。二，你怎么才来呀、啊？认出我了。三，放开你，放开你去哪了？大姐，警察同志们都还饿着肚子呢。你们居然点火锅！